耿指南之对焦测试员是大家基于摇摆拳法对相机和手机镜头对焦的测试。摇摆拳法是出自博主摇摆拳法创始人东哥。因为太怕痛，就全点了闪避。一套将左右摆头的灵敏度拉满的拳法，将防守是最好的进攻领悟的十分透彻，让狙击手崩溃的盖世神功，因为看着十分抽象而出现了一些英雄联盟相关的二创视频。而对焦测试员也是摇摆拳法，但是博主麻辣纪子的摇摆拳法似乎更丝滑，有点超越了原版的存在。原版可能是因为整活能力不够，或是摇摆的幅度被超越，于是他就被摄影圈的老哥们盯上了，把测试的目标放在了麻辣纪子身上，用来测试对比各大手机和相机的人脸对焦性能。他也成为了摄影圈的相机设备对焦测试员。上一个被当作对焦测试员的还是猛男舞团的新宝岛，之后手机厂商的发布会是不是可以邀请他上台直接现场测试呢？不过对着屏幕拍最多测试的是人脸追踪速度，真测试对焦还得找本人来。来，现在我们随机抓一个路人来测试相机的追焦能力 Go！ 哎，给我出来，哈哈哈！彻底疯狂，扬起来！彻底疯狂，彻底疯狂，哎，扬起来！彻底疯狂，哎，扬起来！哇，这是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4哔哩哔哩拜年季预约已经开启，超多奖品等你拿，快点击下方按钮预约吧，除夕夜晚7:30我们不见不散，长按点赞有惊喜哦。